喊他，然后丽娜，对，丽娜，坐，摸一下，有时候体验挺好的，不一定先去我们去做什么，就是跟着他，试着与他沟通一下。朱莉，马黑，朱莉 ，up， 好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说谢谢。丽娜，坐下。No， no， no， 坐下，坐下。No， n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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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哈，打哈，打哈。他不听我的口令，丽娜，啊，坐，坐，啊，朱莉，坐。OK， 跳舞，对，跳舞，坐下，No， 朱莉，坐。谢谢，说谢谢。我的脚上很不听话。OK，up，up，up、okay. 你看多听话。Up，OK、okay.。坐，啊，坐，啊，我很害怕。坐。我都快疯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带着他，不是说他过来一缠着你，一要的，结果你就乱了，你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了。你比如说坐的时候，你应该站到他旁边的，结果他一要面包了，你走了，他从后面追，所以他始终你就追着他的前面去。因为我始终站不到他旁边去，他始终都会拿他的头对着我。他过来了，你就走；你走了，他就在后面跟着，所以你到啥时候你也是在他前面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调整一下。做个深呼吸。真的，你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，真的没有那么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因为我不管是我怎么样，他我都不会在他旁边，他永远是头对着我。都有这个过程的，就我刚接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真的没有办法接触他，我觉得就是很吃力。黄雀的那只象比较好带，然后我的那只象就是。满屋乱窜的那种，我觉得好羡慕他，好乖啊！为什么自己的丽娜这么不听话？啊，觉得挺挫败的。No， Brad， No。丽娜，丽娜，天哪！再想一想。我嗓子哑了。有点耐心。